还在。那我会报告三个专案，其实都是进度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度，所以就是提一些概念，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参与。第一个是针对就是我们台湾的临时住宅跟重建住宅这个资料，那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牧原他有一个笔电快筛，我想说有没有这种重建的时候就可以很快大概知道我大概这次是阿美族的对象，或者是是一个民间可以自己出资的一种。盖的方法等等，就有点像类型的一种分类，然后它有很多的标签。好，那它实际资料应该是有实际921的经验跟莫拉克的经验，都有个实际的案例。它有蛮多设计科系，它自己会揣摩一些救灾的情境去做设计，所以这些都是未来我会再慢慢累积的资料。好，那所以它可能是一个设计图，所以是 CAD 的档，或者是 AutoCAD 的档案，或者是它有 3D 模型，或者它有一些使用者经验的访谈资料等等。那还有授权部分，就是它可能会是建筑师事务所本身的一个智慧财产，所以到时候要怎么样跟这样的四部门的互动？那这个是简单介绍，就是像现在日本的东北，它的重建基本上它立法叫大家都要搬到一个高度上，以避免未来在100年之内的海啸又发生什么。那这就变成是本来捕鱼的人，他的生活形态就完全改变了。好，那赶快跳下一个，对。